广电战略。中国广电局发布了最新最严最泼冷水的限售令，把所有的综艺节目主吓到吃手手。难道说热播中的不热之子和新开播的中国新说唱都要凉了吗？我国慈悲，在经过11次的修改后，中国新说唱终于如期首播。虽然说会这么期待中国新说唱，是因为邓紫棋的加入。作为唯一一位说唱女导师，我亲在导师演出就说唱力大爆发。最爆的是说唱内容 diss 的是一直看节目不顺眼，觉得这个舞台撞的就是一群婊子的陈老师。节目开播就带火，番薯已经准备好 popcorn 坐等陈老师回应。番薯知道选秀节目是观众的娱乐首选，全民配更是现在最流行的玩法，但是要配香港版101群们走线的练习生，臣妾做不到啊。三尖八角的又有，岩岩潺潺的亦有，眼蒙口臭的都有。港版练习生的风格偏向流线粗糙、僵硬的大叔风，参赛年龄是35岁以上嘛。颜值方面没有一个能打就算了，造型方面更是一言难尽。番薯闻到的是一股浓浓的 MK 美，主题曲的舞步更是让人不忍直视。当中还有赶着去吃快餐的小哥哥乱入，不得不再自行体会一下。所有的东西就是这样缓解尴尬吧，缓解尴尬最好的情绪就是沉默。